动三，请检查服装上有无多余物，做好进舱准备，完毕。动三，明白。天河报告，申请发送大 B 返回至中间点一主序列，完毕。看到了，说很清楚。我通过北京明白，我通过你的摄像机，我都看到了。八十六号首组二十六号发出。靶标和那个对接口都看清楚了是吧？靶标看不到。东三向我挥挥手，我给你拍一下。这儿，好，稍等啊。动三的正前方，因为头部方向。啊。也就是二象限方向。动三报告，动三服装无多余物。曙光明白，动三可以进舱，完毕。动三明白。北京机械臂运动至中间点一指令序列已发出，天河。天河明白。我张开身体，腿部向前倾。明白。对对对，就这个方向下去了。哎，再再走一点。对。往下走，你再往下竖直一点，后面背包门，哎，现在对对对的，啊好，可以了。至于左边的电动工具，你看着一点。目前地面通过舱内摄像机看到电动工具无干涉，请动三可以继续进舱，完毕。动三明白。动三感谢所有科技工作者，祝福祖国的航天事业越来越强。动三进舱。天河报告，机械臂已运动至中间点一，完毕。机械臂运动至中间点一。动两，机械臂已运动至中间点一。请等待动三进舱，完毕。动两明白。动三已进舱。曙光明白。曙光报告，动三已进舱。东安四二幺九发现天河。北京明白，动三已进舱。神舟十二号。机械臂即将运动至接设备点，完毕。天河报告，申请发送大 B 返回至接设备点指令序列，完毕。
神舟十二号，请通报设备传递情况。神舟十二号报告，物品传递完毕。曙光明白。东三。机械臂即将运动至下臂点，完毕。这两明白。栋梁，建议下机械臂后再进行紧急装制动装置的拆卸操作。明白。两边调过来了。栋梁脚下位器偏航角度调整完毕。曙光明白。神舟十二号，机械臂即将运动至拆装脚线点，注意避让，完毕。神舟十二号明白。栋三，你让开点，我往舱里去。你往对。脚，我给你推一下脚，你脚翘着点，脚往后翘着点。你背包，背包，再翘一下。好，可以了，进来了。安全，拽一下，伸出安全绳，伸出安全绳，挂住。现在整呢？长安全带拿出去了，两米的那个安全内衣拿出去了。啊？安全内衣，两米的安全内衣拿出去了。不是我身上那个，身上安全绳。机械臂运动至拆装脚线点。曙光是不是要拆这个机械臂？神舟十二号，我是曙光，机械臂已运动到位，可以拆卸末端设施，组装工具箱完毕。
这回身没有挂着东西吧？动两，请你判断是否需要动三，协助你固定脚步。反正有点儿，稍稍费劲，尽量自己完成。尽量自己完成。好，背包进来了。对，你载我一下就进去了。长安这边要解开一头，你才能进来。解开以后要拿到手上啊，不能松手。周三，你让他位置了吗？不是，我头倒过来了，好，你可以进来了，我让开。动两，进舱后请将脚纤维器拉回舱内，完毕。动两，明白。拉回来了。那我得安全挂钩也得收回来，时间到了是吧？东三，跟你把这挂钩给我拿着，别管了。栋梁，请现在进舱，请将脚纤维器在舱门口暂时放置，请栋梁现在进舱，完毕。栋梁，明白。脚纤维器安上吗？还是挂着？脚纤维器在舱门口稍事放置，不用安装。明白。你再转一下身，转一下身，那个袋子缠着呢。明白，我这手没解开就完了吗？再解开别让它飘走了。长安真的要解开。好，背包进来了。哎，你换个模式，不那么啊！你让动三帮你推啊！对，我出来以后也要等，稍等，六环门窗阳光出来了。好的。你操作才知道它是真。是啊，操作这是很难，但是我能看着你训练训没对正，再往右可以往你前面推一点点，来下了一半了，好了，先锁，到位了。再说保险。各号注意，我是北京，舱外作业任务正常完成，状态确认正常，航天员按计划返回节点舱，曙光。曙光明白。天河。天河明白。曙光明白。栋梁，请检查服装上有无多余物，准备进舱，完毕。栋梁报告，栋梁作为空间站首次出舱航天员，感谢所有参演参试的
科研人员，感谢全国人民大力支持。后续我还会继续主张，还会飞得更高，空间站会建得更大。谢谢。北京明白。好的，这两位这个位置我绕出来。对，把那俩拆了，这个位置就完。神舟十二号报告，动力已进舱完毕。曙光明白。曙光报告，动力已进舱完毕。北京明白，动力已进舱。神舟十二号拆舱门保护罩，把里边东西固定好了。神舟十二号拆卸舱门保护罩完毕。神舟十二号，我是曙光，地面确认服装状态正常，请关闭节点舱出舱舱门，注意检查舱门附近有无多余物。完毕。神舟十二号明白。没有是吧？完了。神舟十二号报告，出舱舱门已关闭，完毕。曙光明白。